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怪物史莱克吧。哎，刚刚呢，我的迪迦奥特曼来到村庄里面的时候呀，竟然发现从这个水井里面跑上了一只这个史莱克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难道这些史莱克又来到村庄来欺负我们了吗？不行。刚好我发现这个史莱克了啊，要不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给消灭掉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史莱克呢也是非常可恶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呢用这个加特林来把它给消灭掉吧。哇，没想到这个史莱克又过来了啊，真是可恶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加特林把它消灭掉算了。我发现用这个加特林来消灭它好像也是比较的困难啊，你看我打了这么久了竟然还没打死它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啊，它这么厉害的吗？好，我就不信了啊。来，我在这个史莱克的身体周围啊放上一圈这个炸弹好不好？我看一下用这个炸弹能不能把它给炸死啊。你看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炸弹放在了史莱克的身边，3 2 1，哦哟，你看，哇天啊，竟然打不死他。那么我们只能用这个，哎，小伙伴们看着啊，我这边呢有 C4 炸弹啊，我看一下用这个 C4 能不能炸死它，因为这个 C4 的威力呢会大很多的哦。你看，我已经把这个 C4 呢都放在这个史莱克的身边了，3 2 1，哇塞，好吧，啊，还是没用，那我们用这个来。这个是什么？魔法枪，对吧？我的这个魔法枪来看一下了啊！哇塞！好，总算是把它给炸死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玩到这里。我是小坤，拜拜。